这个壁画有问题，我怎么看不出来啊？贪心不足吞泰呀！快去找一根杆子来，好，快点，长一点的，我去。 哎，孔先生，来，竹竿来了，来，慢点，稳住了啊！你好重啊，稳住了！哎，快看，水下去了，水少了。 这底下怎么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山洞啊？这是别有洞天呐！对呀，哎，你们看，哎，这是什么鸟？ 把下卸了。 白念生，这里以前是你父母守护的。你告诉我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说不说？白念生，你是不是忘了韩美玉是怎么死的？你不想让你姐姐也死在你面前吗？快说！ 别动！说不说？你这个杀人犯早晚会有报应的，报不报应不是由你说了算。念生，不能告诉他，宝藏不能打开。说，不说下一枪我就打死他。 把头转到13的位置上，13尺。 13尺，13尺，对。
对呀，云松图里没有这些文字的记载啊，也没有这些提示啊。你过来。 文涛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我是不是让你感觉很不舒服啊？江城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想独吞这份宝藏，不是，然后一走了之。我是想找到宝藏以后再告诉你。你以为我这么好骗吗？要不是我安排了眼线在你身边，你早就跑得没影了。孔文涛，要是没有我，你根本找不到这儿。 你平时像狗一样在我面前跳来跳去，现在你不认主子了，家头老贼，你太狠毒了！这云松宝藏是我找到的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你休想得到它！惠子，你在做什么？惠子，杀了他，不然他会杀了我们所有人。杀了他以后，云松宝藏，咱俩一人一半。闭嘴，家头。 我不是你女儿，也不是惠子，我的名字是白若冰。得告诉大家，你到底是怎么杀死我父母的？说，<笑>好，说给你听，又何妨？你父亲保存着价值连城的明朝云松图，我向他要，向他买。 他都不肯给我，那我只好抢了。可惜只抢了半幅。你的父母很了不起，凭着记忆，把云松图纹在了你俩的背上，然后烧了剩下的半幅云松图。加藤将军。 我偷看到白氏夫妇把云松图刻在两个小孩的背上，然后他们把图给烧掉了。我要那两个孩子，放下我女儿！放下孩子！快带孩子走！带孩子走！带孩子走！追！别跑！ 别过来！你的母亲不是我杀的，但也可以说是因我而死。后来我把你带回了日本，让千田夫妇收养你，在他们死后我再收养你，听明白了吗，惠子？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得到了云松宝藏，我赢了。 切！不许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把鬼子交出来！好。
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姐，你醒醒，加藤已经死了，我们为父母报仇了，你不能死，你醒醒，你不能死。姐，你不能死。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，别离开我，好吗，姐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终于找到云松宝藏了，终于找到云松宝藏了。
别生那么大气嘛，是不是？有什么事儿不得好好商量？嗯，你可是财宝这么多，不如一家一半，多好啊！王八蛋，你别叫我岳父，你个王八蛋！敢跟我较劲儿，你不想活了？还我女儿！你还我女儿！还我女儿！混蛋，敢给我救去！摇钱树，掌握了人间的财富，贪婪不止了。有一次，他在海边看到一个太阳，他呀竟然想把太阳给吞进去，结果呢被海水给淹死了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贪心不足吞太阳。王八蛋，去死！去死！第二爹来了。